咱那边新厝甲永联殿，吼，吼，延续就是为清朝咱的潘富千岁，吼，啊，听人咧讲，就是咱赤山脉金钟镇潘的，吼，白伯祖啊，啊，带伊的兄弟大家围剿回土，还先我兄弟结拜，吼，啊，不能伫遮建盟，往生之后，他就成仙，啊，成仙，那当然是想说在宁边这边。围剿回土阵亡，他有那个责任还没完成，就继续来到临边这个哈，咱在咧讲一个新厝角，伫遮底吼，比如啊，遮的百姓，这哦，后人讲楚兵来伫遮邀功啊，引起失落伊个，后传说讲，你哪边是以前的客地，是伫遐留来的，这嘛无人敢讲迄落。啊，若要抽大底哦，就当时啊，关瑞问伊本人，哎呦，啊，但是哦，伊来伫遮拿角头遮盖兴旺，啊，念佛哦，啊，修行了袂歹。潘府千岁，他有结拜五个兄弟啊，第一个就是罗府千岁、林府千岁、陈府千岁、赵府千岁。迄当时哦，即间庙啦吼，是依早。一个土庙啊，家家安尼啊，啊，就讲盖兴这层咧有神安呐，啊盖兴呐，就甲搭起来。一个牛车路啊，尔呢，啊牛哦，牵位啊过，啊，着牛咧行咧行，一个牛尾啊无代无志，甲竖一个，诶边啊，伊诶边啊，啊顶完厝挂锁起落，啊起落迄只牛当年哦，都无共款啊呢。真正就袂做事啦啦，啊袂做事的中间面啊，头啊，迄个主人唔知影，阮这只牛都含我等你用用安怎，明仔要过一日田，啥话袂做得，啊，就这个古怪就走出来，就是讲，我会去看，哎，只牛尾啊，就摔到这个厝顶，一个家家啊，啊，就一个从安起落安，啊，就无插伊啊，拢砍断伊。啊！才发生安尼哦，搭过来也甲跋杯啦。迄阵的杯都用竹仔破的啊，我甲跋讲叫，佮甲征收起来讲，哎呦，安尼阮只牛好呀呢，他很古怪啊，安介灵啦。拢甲做迄阵哦，拢佮收一个较大间小花，头前就一个静香炉，内面一个三界宫顶，哦，啊，佮后壁的神位。哦，就刻潘富千岁啊！啊，阮做囡仔，阮拢叫千爷公啦。啊，伊煞三公庙吼，即角头毋即角头的小饼啦，啊，小饼即小角头尔，啊，迄大角头，啊，因兄弟啊无用，前公啊差不多无输赢啦，啊，无输赢的中间，伊角头顶住久的人一定人较侪，一定的啦。到尾啊，他这个不做哦，敢控我。得到的时候哦，来拜我们那个超峰寺观音佛祖为师父，然后师父替他背书，所以他才可以在这个地理位置得到起来，然后开始行医救世。到34年，哦，啊，就差不多大家就看讲哇，安尼伤势，啊嘛是厝嘛是个歹呀。所以大哥有的出地，有的出钱，请来甲起，吼永联殿较大间小化。啊，所以36年起了，吼、哦，到伫民国108年，啊，咱的潘武千岁武功要爱甲伊的千爷庙，因为遐拢民国30几年甲来起的，遐拢会流火嘛，竟然得落雨啊，就开始咧滴水啊。哦，啊，阮就是一届来，啊，阮就是太注意了，讲啊，伊的糖啊。拢好好地打面啊，嘿，啊我讲啊地打面，啊唔得爱来起庙啊。阮前也进前，伊就按算，迄个龙年要来入厝啊，伊早就有计划啊。伊是安怎有计划呢？伊4年前伊就互我来望啊，啊迄阵我还阁唔知，伊一个望镜就是乌面，一个乌面啊，伊个神尊互我看，啊我迄阵无了解，嘿，迄阵对于这個。庙宇我较无熟悉，我了我来阮这间庙的时阵，以前我介少来庙嘛，
就是讲，因为这间，即个阮新厝阿角足少人诶，啊，我是来斗人数诶。我看到这个新村了，讲哦，我就是阮前爷互我望诶哦。啊，个过来了，我着跋着重建主委，我咧想讲哦，俺前爷早都有计划要来起庙啊。嫁伫民国1908年，啊，咱诶盘有千岁，吼、哦，带来跋着我做楼主，伊特别甲阮支持，讲我含咱即卖立法委员曾祥爱负责甲伊诶所有地诶边啊，遮诶，就是有国有财产诶基林地，想办法来甲伊完成。所以阮拢含曾祥委员，哦，含。营建署的署长讲，啊，营建署的署长讲好啊，因既然是基林地，咱依法行事，吼、哦，那会当咱就来卖。所以咱即马现拢叫建筑署去申请，哎，咱无营建署讲安尼会使，咱甲买开。啊，买开当然咱潘富先生过去的艺术，包括咱角头家的众信道幕啊，大家拢感觉哎，袂歹啊。因咱的亲爷，咱也建家问外事啊，也是内事啊。啊，是有啥物疑难杂症诶，伊拢会甲咱讲啊，爱甲咱庇佑嘛，所以大家拢有感染讲伊诶性质确实是存在的，所以咱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啊，所以短短伫即四年，甲咱即卖诶永联店吼诶新建诶，咱转台吼，咱咧开机永联店，但是即张正式来开门完成。这次的话，重头戏有一个很特别，我们照传统的哦开庙门祈福。哦，保平安的一个科仪叫做安米诺安牛国魂哦，希望借由这次安米诺哦来得到啊神明的降临保佑。那因为这个仪式啊，在之前古时候是因为啊农村社会哦米是很珍贵的，所以按这个米呢祈福，把它并且安完之后，然后结束再发给村民啊一同参与见证，也变成是一个平安米的部分。